朋友们，去年都说好吃的，正在黄河滩上的河谷一号蜜桃熟了。这个桃子就是个头大，颜色艳，吃着甜，肥肥足。咱们的河谷一号蜜桃，一吃坚持的是中英结合的理念，生的是农家肥，人工除草，这种出来的桃子是口感好，吃着甜。吃着是脆甜的，今年的桃子也会在网上销售，去年开始的晚了，没几天就给人买完了，好多朋友回购都没有买到，今年大瓜涨的。